啊，你等下怎么上去？我有钥匙啊，你们等下就可以直接锁吧，哦，那不用在楼下等我。上三楼哈，那我灯要关掉了。那你平常你哪？对，我等一下呢，我只是拍一下，我觉得很好奇，它摆得好漂亮哦。很不错，可惜的是，要是我还是得装电梯，生意会更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我没有电梯。那我要上去了。